学校的行动会不会不方便？搭电梯要绕路。嗯。好，那你搭电梯的时候，你有迟到过？那那就去。好，那下一题，你认为新建电梯对于你或是其他人有很大的帮助？嗯。有，那比如说什么帮助？你希望学校另外再新增什么样的设施来帮助你？大。Good boy。好，下一题。你觉得我们这一组的访谈给你什么样的想法？感受。那你觉得我们怎样？我们好坏？很好，超坏，好坏，很好，超坏，很差。哪一个？嗯，很好，好，下一题。你坐轮椅去过最远的地方在哪？新加坡，不错哦。那你有自己一个人出去过吗？有，好，谢谢。去哪里？先补习班，再来学校。好，谢谢。